系，系翻嚟啦，又翻翻嚟啦，系啦，今日就咧第七辑，十九集，第十九集，系啦，因为第七辑好似好难讲，第七季好易讲啲啦，我哋第七个 season， 第七个 season 啦，是啦，啊，又到新一集嘅冥界传说啦，系，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又打声招呼先，咁啊，咁啊又系继续啦，循例地，啊，我哋原天频道嘅观众。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香港那邊的24.7 YouTube 頻道的朋友觀眾，咁啊，同埋呢個羅山方面的 TikTok Central 的聽眾觀眾 LA 嘅，咁啊，我哋三藩市 Logo 呢邊就 Canton Gaststar FM 個網台的朋友，大家好啊，咁啊，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其實上到網都 OK 嘅啦，你唔使逐個劃曬地區性咁講嘅，因為其實冇分地區，冇分地區嘅，總之你用唔同嘅渠道、唔同頻道收睇收聽我哋呢個節目嘅朋友，大家好啊，唔理你用咩方法，係啦，請神請翻嚟，請到我哋都好，冇錯。系，哇！好多谢你哋继续支持，继续收听。喜欢嘅点个赞，share 出去，介绍多啲朋友听。唔喜欢嘅勿插，转台转咗啦。即系你身边有啲好惊嘅、好怕鬼嘅朋友，一定要叫佢睇。系啦，嗱，佢好惊、好怕，但系又想睇嘅话咧，咁我呢个节目咧，我呢个节目系非常啱你嘅。系，因为恐唔恐怖咧，见仁见智啦，但系。肯定聽得你好輕鬆嘅、一定好開心，係好另類嘅鬼怪節目嚇，恐怖得嚟開心，係啦係啦，咁啊，我哋之前咧就做過好多集咧，就介紹世界各地嘅猛鬼嘅名建築物，有啲係住宅，有啲係酒店，有啲係乜都有，咁啊，今次咧我哋又再嚟啦，呢一棟係乜嘢咧？係啦，咁我哋咧就又飛去飛邊咧？飛去。費城哦，費城 Philadelphia， 我哋嗰邊咧 ，Philadelphia 嗰邊咧有個好出名嘅費城東方監獄。乜洞房啊？東方監獄 ，OK， 係唔係洞房？我睇到我洞房啊，全名係費城東方州立監獄。哦 ，OK， 啊，呢個地方咧點解會咁出名咧？呢間州好出名噶。哦，因為點解咧？佢當時建造嘅時候咧，可以媲美為係當時啊最奢華嘅監獄之一。奢華，奢華入邊有咩？啊，佢係規模最大，亦都係造價最高嘅公共建築物。啊，喺當年嚟講，佢係幾時嚟建嘅咧？係1829年時興建嘅。哇！有冇200年啊？有噶啦，200年前系啊，佢最大亦都系最贵嘅嗰时啊，迅速成为世界上300几间最出名嘅监狱版本嘅模范监，即系点啊版，即系样板监狱啊，即系点样建造监狱咧？啊，要建到几大咧？点个样咧？就系呢一个啦，咁啊又大又劲嘅咁样啊，造价又最高嘅咁样嘅， okay. 啊都几巴闭噶，因为呢度成个。監獄咧係一個長方形哥德式風格建築，成個古堡咁嘅款嘅。哦，啊，我俾翻張相大家睇下先嚇，有相睇嘅，有相睇嘅今次嚇。啊，咁啊，如果係睇視頻嘅朋友咧，見到嗱呢個成個古，成個古堡咁款嘅呢個監獄。啊，咁啊，成個監獄呢個就係費城嘅東方州立監獄啦。咁啊，個建築式哥德式監古堡式嘅監獄。嗯。咁啊，風格都幾宏偉下嘅，當時嚟講，咁啊。佢最勁就係咩咧？就係話佢一個成個監獄咧，其實如果高空望落去嘅話咧，佢就係一個圓形咁嘅款嘅。OK，中間個軸心圓，然之後咧好多米字形咁分叉啲路去唔同嘅監嘅房間啊、區域啊咁樣之如此類嘅。啊，成八即係有八條長嘅走廊，就咁即係成個米字咁嘅款嚇咁啊就係咁樣。即係中間一個圓形咁啊，分八字咁通過唔同嘅區域咁樣，諸如此類，一個相當大。每個牢房啊，犀利啦！佢即係佢好多係獨立房間，而且每個房間咧大概係長呢個3.6米，闊2.4米。OK， 每個佢因為佢點解佢巴閉巴閉上，佢唔係合運嘅。到後期再改建成之後咧，會全部都係單獨房間，每一個間嗱最初唔係㗎，最初 OK 後期改建到就係咁啦，每一個都係有獨立房間，每個獨立房間裏邊咧，包括咗有一張牀啦，有一張台仔啦，同埋有個沖水馬桶㗎嚇。
哇 ，OK， 後期改建嗰時候 ，OK， 屋頂上邊咧仲會有個長長嘅玻璃天窗添，即係你仲可以睇到外面嘅天空㗎，好巴閉㗎，即係我覺得坐監坐到咁咧，舒適，梗係舒適啦。度假嚇嗱，未算過誇張，真係後期講到個一個大人物喺度坐監，佢真係坐到度假款啦！我真係會俾下佢坐嗰個房間房個監倉嗰個樣俾你睇下嚇，真係再講。喂，咁啊呢間咁啊呢個所謂叫咩啊？嗰啲個窗口咧，佢哋叫上帝之眼添，再望到出面幾咁巴閉啊！總之咧，呢個成個監獄咧建築咧係一個非常之，但係最初唔係咁啊，最初得個大嘅啫，就啲監犯咧係集體困咗喺裏邊嘅。咁而因為佢對當時個環境惡劣。裏面咧啲經常啲囚犯咧會聚眾毆鬥，啲肉卒係唔理嘅，你打生打死你哋嘅事，打死咪抬走佢咯，甚至乎肉卒咧喺裏邊咧會虐待啲囚犯嘅，得閒啊毒打下佢哋啊，冇冷暖氣設備嘅，總之唔係冬暖夏涼，係冬凍夏熱啊死為止嘅，即係個成個生活環境條件好差，屎尿亂咁屙咁樣嘅，咁所以後期咧。到即係喺到一個1787年嘅時候，嗱佢1787年，係嗱佢好奇怪，佢嗱呢度寫1829年建築，就1787年，我諗佢資料上邊寫咗，應該係1887年。哦 ，OK， 啊，我記得啊， okay. 應該正式係應該1887年，就唔係1787年，因為佢建築1829年，係咯，點會1787年咧？肯定呢度資料上邊有寫錯，即係因為打機喎，係咯，啊，因為1887年嘅就即係到幾廿年之後啦，又因為有個叫有個好出名啊，本明傑醫生啊，弗蘭克林本明傑同埋弗蘭克林本明傑同埋本明傑拉澤醫生啊，即係啲當時嚟講啲即係醫生啊嗰啲，從嗰啲達官貴人嚟嘅咁樣，咁啊佢哋咧就係一啲點講咧，佢哋有一次巡視。視察監倉即係太平紳士嚟視察監倉，有咩要加個橙啊？係啦，因為即係佢類似嗰啲啦。咁佢哋就喺度探呢個監倉啊，去視察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哇！虐待囚犯啊，又暴力啊，又冇冷暖氣，簡直係一個精神虐待嘅一個咁樣。咁其實講真句，犯咗法被拉，住喺啲惡劣嘅環境，人無可厚非嘅。住得咁舒適嘅話，我唔使拉你啦，係咪先？係啊。其實呢個就係。好道德嘅，即係好過火啊！即係有時啲嘢，即係過分嘅矯枉過正咧，就會形成一種好古怪嘅情況。我哋記住呢個今集係講冥界傳說啦，呢個監獄係鬧鬼啊！我陣間先，我而家先介紹個監獄啦。你等等，咦？邊個旅遊雜誌咁樣？係啊，係，因為呢個係因為而家係一個景點嚟嘅。即係依家唔温㗎啦！依家係一個博物館式形式嘅一個旅遊點嚟嘅。OK OK。只不過因為佢裏邊成日鬧鬼，所以出名。佢除咗多年嘅運作期間好出名之外，而家廢棄咗改建成一個博物館嘅時候，都一樣係咁精彩。OK。但係鬼嗰 part 再收尾先講，我先介紹下呢間誇張式嘅監獄啊，我係咁明白因為其實我覺得。有時美國人咧好奇怪一種好奇怪的動物，佢哋嗰種矯枉過正係好誇張，係之前嗰種惡劣咩毆鬥、虐打、凍死、熱死冇人理，之前佢屙屎尿周圍賴冇人理，係好惡劣嘅。改善係應該嘅，就算囚犯都唔可以去到咁準，係咪先？犯咗事係應該受懲罰，但係懲罰都要去到嗰個懲罰咧，就盡得滯。但後期呢個醫生咧，同埋連埋嗰時啲民權組織啊，各方面咧，就組織咗一個咩改善監獄生活嘅一個組織，咁就將佢要求政府撥款，炸大肆裝修，就變成後期咁樣獨立房間。裏邊有電影院嘅嚇，即係有劇場嘅，即係俾啲監犯咧空餘時間去嗰度睇啲劇啊，諸如此類咁樣嘅。有圖書館，有廚房，有浴室可以做獨立去沖涼啊，浸浴啊，即係諸如此類。呢個 coaster 呢個係遊輪嚟，係裏邊有專注嘅診所、醫生團隊喺度駐紮喺度咁樣嘅，即係。同住嗰啲咩？比如話好似咩啊？而家啲老嘅長者屋啊，嗰啲長者屋啊，臨老啦，咁啊冇人照顧啊嘛。係咪有救命鐘住喺嗰度啊嘛，嗰啲高檔公寓啊，嗰啲高檔老嘅屋啊，嗰啲高檔公寓好勁啊，都幾貴㗎喺美國。
貴嘅貴啦，月租成六七千蚊個月㗎 ，OK， 但係好勁啊！佢裏邊有平安鐘，撳就有醫生上嚟上嚟嘅，啊食餐又會有專人煮好咗送上嚟、啊。你唔中意嘅話咧，佢下邊有個食堂添，食堂有食堂咧就基本上咧就係食飯時間到夜晚八九點先生嘅、啊，即係你幾時落去咧想食咩喺嗰度有得食㗎啦咁樣，都幾奢華我見過一個咁樣嘅。嗯啊咁啊有專注嘅醫務所喺度嘅，有醫生團隊長期駐宅喺度嘅。你一撳平安鐘廿四小時會有上嚟去照顧你啊，咁樣諸如此類嘅。咁啊，亦都有嗰啲咁嘅電影放映室啊，嗰啲有圖書館啊，啲老人家冇料喺嗰度咁樣，亦都有啲康樂活動室啊，有健身室啊，咁樣諸如此類。咁啊，而家監倉就做到咁嘅款啦。個監倉有冇賭場？嗱、啊，呢種我哋呢邊睇嗰啲賭場應該冇噶啦。啊，我哋睇嗰啲《交易風雲》裏邊嗰啲啦，個廁所咧就係、是都係抽水嘅，啊都係抽水馬桶嘅。咁啊，但係可能佢一個倉裏運幾個人就做用同一個屎坑咁樣啊。嗰度唔係佢獨立分開有個監倉裏邊有個獨立個廁所啊。係咁啊，廁所係抽水馬桶嚟嘅。OK， 咁啊一人一個嘅，真係先進，唔使 share 用嘅。OK， 咁啊之後頭先話齋啦，有個天窗可以望天添。啊，仲誇張地就係每一個獨立呢個囚室後邊再有道門出去有個小後一嚇，咪死未？我真系改手嚟改善生活，我又唔使改善到咁啊嘛！你咁样嘅话就冇，即系佢哋以前就系话囚禁禁到佢哋死或者打死佢哋之如此类，就即系以往对作罪犯就咁样噶嘛。后期到呢个1887年嘅时候咧，佢哋改个就叫做，就好似而家普遍所有世界上嘅监狱作风一样啦，重新改造，等佢可以由坏人改翻一个正常好人。然後出翻去社會度，可以繼續生活，有對社會有貢獻，就即係再所謂嘅咩重新改造教育計劃嗰啲咁樣噶嘛，一全世界都差唔多咁做噶啦，係咪？但係嗰之前唔係噶嘛，就喺呢度嗰時開始嘅，1887年嗰時，呢個本物傑醫生佢哋就諗住，改一改佢，咁啊等等咧，重新再改造佢哋，咁所以俾佢哋個優良嘅環境，可以去睇書啊、讀書啊、學習啊，然之後出嚟將來可以放翻出嚟喺社會度做翻一個有用嘅好青年咁樣嘅嚇，即係所謂嘅。OK， 咁啊，但係得唔得就其實講真佢睇人嘅啫，講真句。啱啊，睇人嘅。有啲人咧係有心改過嘅，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啲即係叫做死性不改啊，以入監倉坐監為榮嘅嗰啲。所以我哋美國加州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囚犯，早幾日死咗，就係早幾個月之前佢過身啦，享年90歲。他一生裏面坐入監的次數是破曬世界紀錄的嚇。佢喺裏邊閒閒地最少坐過幾百次監嚇。佢一放出嚟，佢就犯埋啲雞毛蒜皮嘅嘢，又俾人滴翻入去。一放出嚟，同埋有啲喎嚇，即係又係你啊，陳生。係啦，如果講案底，如果真係成棟快佬，我真係就山咁高嘅咁包係嘛？但係佢唔係犯啲好嚴重嘅嘢啊嘛，佢雞毛蒜皮嘅嘢。係啊，佢起碼坐過200多次以上啊，佢坐監啊，得閒出嚟打下人啊，飲醉酒鬧事啊，盜竊或者持刀械咁傷下人啊，總之混下毒啊，總之形形色色。咩入屋爆格，乜都做齊噶，總之係坐監嘅次數超過200多次嘅 ，OK。自在翻入去坐嘅。係啦，都自在。我出嚟揾唔到食啊嘛，分翻入去坐有得食。佢可能都已經慣曬啦。係啦，坐到慣曬。係啦，但如果你坐監坐到好似呢間監獄咁樣嘅話，我梗係唔出嚟啦。我出嚟做咩啫？所以我出嚟 ，Andy，Kendall， 執一除。哎，我衰嚟啊喂！的个翻，再坐过，喂爽啊大佬！系真系爽！哇，住间真系坐监坐到咁样嘅话，你都觉得就系佢成为全美最奢华嘅监狱，因为每个独立囚室里边有埋冷暖气设备。唔系啊！而当时兴建嘅时候有冷暖气设备呢个 system 啊，连当年嘅白宫都未有啊！吓、啊！即系当年嘅白宫都未有呢个冷暖气设备，佢就已经有啦。黐线！问你死未？哇！即系坐监坐到咁，仲唔诡异？仲唔系冥界传说？我觉得好传说咯。即系鬼故嚟嘅。真系鬼故嚟噶，大佬啊！黐线噶，讲真句，即系基本上咧系好，唉，总之癫到咧系，我唔知点形容啦，有浴室有成咁样，都唔似坐监。真系唔似啊！即系又有好多休息时间啊，又可以互相倾偈交流。
總之我就好似我唔覺得似坐監咯，我覺得似度假咯。係啊，因為點解我真係俾個圖片你睇嗱？普通監倉咧，最早嘅時候咧，普通監倉咧就話一立個好長形嘅、一條走廊咁樣啊，即係佢等八條走廊咁樣啊嘛。咁啊，每邊咧個走廊裏面有好多個監倉，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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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圖片裏邊啊，咁啊全部咧就係獨立藏室嚟嘅。OK。啊！每個藏室後面仲有個小花園，嚇、啊！得閒種下花喂，喂，老陳，你種花啊？我係啊，你種咩花？我種紫羅蘭喎，我種有乜金香啊？咁樣即係完全去度假啦。哦 ，OK， 啊，即係變成民宿啦，可以變成民宿啦，咪好啦先。嚇、啊，好啦，而當中嚟到最誇張嘅監倉就係呢一個啦。哇！呢間酒店房嚟嘅，冇錯，呢間監倉係俾邊個住嘅咧？邊個？美國當年一個最大嘅黑幫大佬、因為黑幫大佬咧，當年嚟講咧，佢就係、是我睇咗個資料啦，好出名嘅呢個黑幫大佬。我翻我名先，我突然間唔記得佢個名啊！太巴閉啦呢個，你應該放大印佢個名出嚟。係啊，因為嗰個叫咩卡乜鬼嘢死啦，即係教父啊！OK。教父嗰、那個係啊，教父嗰、那個啊，咁嗰個大人物佢曾經被拉過，但係咧好多人後期啲人咧講啊，其實當時嚟講佢係有心被拉嘅，因為佢逃避緊幾個仇家嘅追殺。哦，咁入去入邊坐，坐到咁，你睇呢幅圖，你坐咩監啫？佢入邊度假啫嘛，又可以俾翻外邊啲敵對派嗰啲大佬追殺，幾爽啊！因為佢喺大個州裏邊係犯咗啲好無厘頭嘅小錯誤，俾人拉入嚟嘅，偷香口膠啊！拉到入嚟之後先知道原來佢係黑幫大佬、啊，即係登記嗰時話，哦，原來黑幫大佬話係通緝緊你喎，啊，上上坐埋啦咁樣，即係好佢擺明個感覺係好刻意被發現，好刻意被捉到，啊、又好刻意地揾咗入去，又好刻意地享受緊生活。咁佢兩張牀，另外嗰張牀邊個瞓啊？唔清楚喎、我唔清楚喎、而呢間監獄有個出名嘅地方咧，除咗揾咗呢個大嘅 boss 啦嚇，呢、個出名人之外咧，佢仲有一個揾咗個佢一個監倉。如果係呢個倉咧，而家你去到做參觀呢個監獄嘅時候咧，佢會見你可以仲見到呢個監倉，一個好細個監倉。嗯，監倉門口寫住一樣，係個罪犯係一隻貓嚟嘅嚇。系啊，呢、這個唯一運嗰只動物罪犯嘅一個監獄，冇人追啦，就經常喺嗰度偷魚。即係我成日喺 Facebook 度見到一張相，就係一隻肥貓俾兩個差佬捉住，嗰啲嚟喎。即係嗰啲啦，就係咁啦，真係有咁新鮮事，真係只肥貓，就經常偷魚，被捉咗運咗喺嗰度嘅，運過嘅。運咗幾多人啊？咁我又唔知道，就最尾佢因為留翻個紀念，所以個倉依然喺度，你可以做參觀，你會見到呢、這個，佢入埋嗰只肥貓相，即係邊只肥邊只衰貓偷魚，偷多俾人拉咗坐喺度咁樣嘅。OK， 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一件事嚟嘅。好，我揾到啦。就美國著名黑幫大佬阿爾卡彭啊，阿爾卡彭就即係教父嗰個啦嚇。佢二十世紀初咁啊，因為佢同其他黑幫喺縱橫芝加哥嘛，點解啊？芝加哥殺手專殺自己友咁啊。咁啊，當時個環係無幣噶嘛，咁啊一直都被通緝嘅，咁啊一直都捉佢唔到喎。但係喺1929年嘅時候咧，佢喺大西洋城返回芝加哥嘅途中嘅時候咧。因為無喺個劇院外邊，因為無證件持有攻擊性武器槍械，被判入獄一年，拉咗去。一個咁嘅黑幫大佬做事咁小心，點會俾人捉到呢？佢無啦啦俾人喺個戲院門口捉到佢，係持有攻擊性武器又冇牌而拉佢坐一年。所以後期啲好多嗰啲歷史學家啊，嗰啲乜嘢推記者推翻，佢話其實佢入咗個監獄裏邊。服刑咗只係7个月嘅啫，但係佢享受嘅待遇就係呢一間咁樣嘅啊鏡頭前面我哋啊畫面前面呢一間嘅倉，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坐7个月，仲唔係度假？係咪好食好住咧？肯定好食好住啊！絕對好食好住。據講佢當時食嘅嘢係有私人煮俾佢食添。OK， 佢一人一間房間，但係房間有2张床嚇，裏邊有家具啦，有收音機啦。地板乾潔啦，又仲有油畫啦，有時尚嘅，有書架又擺書喺度啦，
但有時尚的台燈，你看到的畫面就是這樣。你真的是酒店房嚟㗎、啊、如果你已經現場去這個博物館參觀這個監獄的時候，你會見回這間房，他keep回這間房在這裡、啊、你看多時坐監坐到這樣，真是你、啊、爺爺呢真的享受了，享受，絕對享受真的是太過分了、啊、當時來說，很多人記者訪問他為什麼會被人拉到之前，總之他說、又是因為你逃避被人暗殺，所以你才躲進來，那時候大佬死都不認，沒事死口都不認，不是我真的犯事被人拉進來、啊、但是他躲得進去的話，其實都可以在裡面殺他。咁啊，佢匿得入嚟嘅話，當時嚟講咁，佢可能有啲馬姐會跟埋入嚟啦。但係因為你喺外面俾人暗殺嘅機會率好多，大好多嘛。哦、你喺監獄裏面要殺就明顯好多啦嘛，你明唔明啊？冇、哦、咁容易啊嘛、okay ，因為佢哋黑幫嗰啲即係離遠放冷槍，砰、就得噶啦嘛，係咪先？你芝加哥拆城嚟噶嘛，咁、啊以前芝加哥係拆城，而家唔係佢獨一噶啦、啊、除咗芝加哥之後，有我哋三藩市。三藩市領先，現在三藩市領先了，變成另一個拆城了、啊、瘋狂的拆城、不知所謂。好了，不要說那些傷心的，有一個聽眾留言寫了挺好，三藩市是凡人的凡三藩市的，祝你三藩市好、啊、好了，這位卡邦大佬就是判一刑，判一年刑，就坐了七個月、就走啦這樣，所以留下了這個豐功偉績這個豐功偉績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監倉、okay? 其實這個卡牌一生都坐過很多次監，他這個監獄呢，這個房是特定給他的，因為他出獄都很多次了，他不是第一次坐的了，已經差不多到48歲的時候呢，死於心臟病突發的、他又不是死於被仇家所殺的咁樣嘅，亦都唔係俾警察追捕，而係喺屋企裏邊心臟病突發死亡，嗰時享年48歲嘅。只不過咧，佢冇人諗過，佢一生裏邊咧，第一次入獄嘅地方就喺呢個東方州立監獄啦，咁樣嘅。所以呢個係幾得意嘅。咁而另一間房咧就拘押咗嘅咩咧，就係咧遊客，所有嘅遊客咧，即係一定去睇頭先嗰個講過啦，就係咧外面掛咗個資訊，上面有兩張相，一張相咧就係一隻黑色嘅，嗱除咗貓之外，仲有一隻嘅，一隻狗啊，一隻狗，黑色嘅拉布拉多犬。呢、這個狗咧就頸上面嗰張相咧就係掛住個牌，囚犯號編號 C2559。隔篱企住两个狱警同佢一齐影，而手就放咗喺个狗嘅下半身度搭住佢一齐咁影嘅，上面写住咩咧？呢只狗咧系谋杀咗州长太太嘅猫，所以被判入狱噶。OK， 唔系，我头先记错咗，唔系嗰只猫啊，系因为系呢个杀咗州长太太只猫，所以呢只狗被拉咗喺床上。是不是很頂人呢？是的。總之這個是一個相當搞笑的一個監獄，我覺得是。但好了，講了這麼大篇，搞笑還搞笑，搞笑還搞笑，但是恐怖的都，但是他是鬧鬼的、OK? 刪了張相片刪了張相片我們先講一些鬧鬼畫面先，是拍這個吧，這個看來我樣子都幾像鬧鬼的、這個款、OK? 是什麼呢？就是說好了，這個東方監獄剛才說了1829年就建築啦、OK? 1887年又重新改建過，就變成一個豪華監獄啦，度假式啦嚇。咁、好啦，呢間監獄係幾時開始停止運作嘅咧？咁樣啊，佢係去到咧1971年開始，因為人滿為患，唔夠用啦。因為你知啦，人佢又有心去改過啲人，等佢改過自身，重返社會。但係現實嚟講就大力咁打佢面啊，兜巴打佢面就係、是、啦，人類只會越做越錯。不停犯錯，所以監犯冇變少，在人類的歷史裏面，監倉永遠都是人滿之患的、一定人類是沒有變好過的，只會越來越變衰、就越來越多監犯、所以全世界所有監犯的監倉的監獄、全部都是爆的、只會從來都只是聽監獄不夠、要起監獄、要加建，你不會聽過、哎、呀因為沒有囚犯所以要 close 監獄，是沒有 sorry、我活了幾十歲的人、年過半百，我未聽過有一個監獄是因為沒有人而去結束，只是因為不夠用要結束，要起個再大一點、人類的罪犯只會越變越多、OK? 沒有真的沒有，是的，咁呢個監獄當時人亦都是因為你梗係不夠用啦，一間房一個，你咁巴士閉，你怎會咁？你根本冇可能夠用，所以後期到
1971年的時候就停用了、啊、而1994年之後就改建成博物館對外開放。它這麼大間嘢，你改變做博物館是不是浪費一點、因為你拆都要錢的，拆都要錢的，處理的廢物也都要錢的，這個東西又用不到，又不可以處理它，又不想浪費錢處理的話，物盡其用，重新翻新，即是循環再用的時候，價值就大很多咯。博物館收入場費的嘛，啊、是不是？所以這個做法是 你將它變成酒店都包圍過了，有沒有人夠膽住或者肯住是另一件事來的、啊、但我覺得如果住酒店的話，有些奇怪旅行人士的，會的，就是喜歡一些奇特的旅行模式的人士，我可能會有興趣住一住的、啊、但我就沒有什麼癖好啦、但是改建做民宿我想都幾方便的民宿 OK 啊，是啦、啊、是啦 OK 好啦，那這個監獄呢當時來說呢，對我開放之後呢為什麼會出了名呢？除了因為它這個這麼精彩 的佈局之外呢，因為發覺很多遊客在裡面撞鬼、哦、而出了名、哦、而撞鬼程度多到大到呢，最後呢是引起電視台呢在美國一個探索頻道、哦、電去探索呢個靈，拍攝啲靈異現象，就自請咗好多嗰啲咁嘅心理學家、心理專家、物理學家、醫學家、精神學家，一大群人一齊去探索呢一個鬧鬼監獄嘅。OK 啊，而後期咧成為一個中意靈探嘅朋友咧，即係中意見撞鬼嗰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參觀呢個監獄嘅。啊、因為帶了很多儀器去測試咁樣嘅，咁啊亦都拍了一個紀錄片嘅、啊。大家可以上網查翻呢、這個，去揾翻呢個《電視卡下裝爐》嗰個電視台，我唔想講到咁清楚先。但你知係邊個啦？咁睇翻佢啲資料，介紹呢個費城嘅州立東方州立監獄嚇，咁、佢會話俾你聽裏邊有啲乜嘢靈異事件嚇、啊，會詳盡啲嘅，有畫圖嘅。咁我呢度同大家講下啦，咁樣好啦。當時這個最大最出名就是經常呢舉過來、啊、遊客、啊、在這裡呢會聽到一些空倉，即是空了的沒有人住的監倉裡面，聽到裡面有笑聲啦，有人說話的聲啦，這樣的、但後期一些製作團隊就解釋，因為全個監獄都石做的，你知道石是可以有些傳聲的嘛、啊、有些角度呢折射的聲音就傳在你的房裡面，所以這個可能是那些效果樣、嗯、但有些解釋就有些即係證實嗰啲話唔係喎，當時嗰附近係冇人，即係都冇第二啲人喺度參觀嘅，即係夜晚喺度啲看更啊嘛、嗯啊，經常喺裏邊明明冇人嘅，大家喺度有笑聲、叫聲、喊聲之如此類咁樣傳出嚟嘅，喺啲房裏邊咁樣，咁啊甚至乎咧啊、有一啲咧直頭係話見到影像，見到人影哦啊，咁呢個就冇得又、除非我哋之前講過啦。即係好似中國紫禁城一樣，啊啲專家揾到個石頭，有石頭嗰啲影像記憶喺度，啊某特特設計就放翻出嚟，就成日見到啲宮女行嚟行去，就係因為嗰個石頭嘅影像記憶啊嘛。咁可能呢個都係一種石頭嘅影像記憶啩、啊。但係首先影像記憶係需要有光折射先出到嚟㗎。係啊。咁但係佢室內裏面冇光透嘅話，點影像翻嗰個咩咧？唔知個天窗影落去都有可能嘅，我估。天窗硬啲喎。如果不是你解釋不到啲影像，如果你不信有鬼的話，你不信有鬼的話，你很難解釋到點解失驚無神裏面有啲影像出嚟咁樣，呢、這個又好似解釋不通啦，就係咁講啦嚇。OK 啊，咁啊，總之呢個咧就係一個裏面遇到很多靈異事件，所以引起很多人咧就走去咩嘅，因為當中嚟講咧有一個囚室啊。啊、最出名的即係最多呢啲神怪事件發生，因為點啊？經常有啲遊參觀遊客聽到啲牢房裏邊明明冇人嘅，但係有啲聲咧喺度行嘅聲音、走動嘅聲音。OK， 咁啊，仲有啲神秘嘅噪音，啲噪音咧又唔係人聲，又唔係成即係鬼食泥咁聲嗰啲咯。啊，咁啊而咧啲冰冷陰暗嘅啲走廊咧，經常會傳出一啲哀號嘅聲音。嗯啊、而令到當中最出名最勁就是一個12號囚室、啊、經常會出現啲笑聲。OK， 係啦，係啦，揾個小丑、
唔知啊，經常有笑聲，有十二號球出出嚟嘅，好靈異啊！朝瞓監瞓到咁啊，係坐監坐到咁舒服嘅，我都笑啦。咁啱嘅，係咪有呢個道理？係咪先？係啊，另外一間牢房，即係嗰啲所謂嘅即係執行死刑嗰啲啦，即係諸如此類啦。啊，經常呢個死刑室嘅牢房啊裏邊咧，經常出現一啲人影，透明人影喺度走動。而附近咧有個監察塔噶，你見到呢個監察，永遠噶啦，有個高塔望住個操場，之前嗰個高塔嗰個嘅守衞啊，啲警察守衞喺度夾住有冇人逃走啊，即係之前咧咁啊，呢個高塔咧，經常就算日光日白啊，啲遊客都可以見到嗰度咧有個半透明嘅玉卒嘅咁嘅虛影嘅人企喺上面，繼續喺度周圍望。喂！間嘢咁好，啲人都唔會走啊！係啦，但係玉卒嚟喎，死咗都仲翻嚟做嘢咁勤力，咁可能喺嗰度做嘢都好方便咧。佢好熱愛佢工作咯，我覺得，我真係覺得佢好熱愛工作咯。OK 啊，喺嗰度做嘢好享受，唔定。係啦，總之啊，總之喺度參觀遊客咧，經常就發現啲古靈精怪啦。總之就係、是、有隻聲音啊，有影像啊，又見到嘢啊，諸如此類啊，咁啊感受到咧就有啲人甚至敏感啲嘅人咧，佢入到去咧，搞到佢有少少想精神錯亂嘅感覺啊，即係精神不安啊咁樣，即係。這個就是不同的一些遊客反映出來參觀的街道時候遇到的一些靈異現象，就是因為這些靈異現象太多人太多遊客說了，最後呢，所以就這個那個 channel 就派了整個 team 的製作人連一些專家一起就去那裡拍，看看拍不拍到這些靈異的一個照片啊，或者找不找到緣由啊，之類之類的樣、總之如果你們有興趣想阻一下鬼又想看看狗仔監、狗狗坐監的夾板照你是可以去參觀這個在費城的這個東方州立監獄博物館了、入面的博物館了、看看咯、我記得多年我以前有講過的，我們三藩市這邊加州這邊呢、有個天使島監獄啦、咁我哋喺係啦，漁人碼頭咧係有船坐嗰度做旅遊嘅。咁嗰個碼頭嗰度咧，嗰、那個站嗰度咧，都有啲基本嘅擺設，即係你未去嗰級之前咧，喺嗰等船啦、買飛機嘅話咧，你都會嗰度咧有啲紀念博物，即係有啲紀念店、紀念品、紀念品嗰啲鋪頭、souvenir 嗰啲、souvenir 嗰啲喺度賣，成日 souvenir 識講翻中文紀念。幾嘛？死嚟啊！嚟咧美國太耐咧，中文就退步，英文就唔叻，搞到九唔搭八點邊。唔係嘅，嗰度好靚。好啦，咁啊，你而家專賣 souvenir 嘅一個鋪頭啦，有啲咁嘅鋪頭喺度，係啲好得意嘅啲監獄嘅小飾物啊，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嘅嘢。咁啊，即係用監獄為題材做嘅嘢，好得意咁，有啲相啊，諸如此類。咁另外咧，有個倉。一個假監倉咧，就俾人企喺度，企喺裏邊影相嘅，好無聊啊！即係坐監都要影相咁樣，我話有啲囚犯相咁樣，咁啊有嗰啲展覽嘅。而家嗱，呢個係30多年前嘅嘢啊！而家仲有冇呢啲啊？我唔知，我近呢幾廿年我冇去過漁人碼頭嗰邊。哦，所以我而家係唔知漁人碼頭嗰邊係點樣。我對上去 Alcatraz， 我諗都係十幾年前嘅事。我有去過一次嘅，嗰次係因為香港有朋友過嚟，有親唔嘅，其實係一個商業活動，因為香港有另一間機構嘅呢啲嘅工作人員過嚟呢邊，同我哋嘅我當時做嘅電台做一啲嘅交流訪問嘅時候，咁我哋因為負責人，我哋要帶佢哋遊覽三藩市，咁啊亦都帶佢哋去呢度，咁啊去嗰個監視島嗰度咁樣啊，去 Ocean 嗰邊咁樣嘅，咁樣所以。嗰時30多年前啦，咁啊就見一見咁樣，但係而家之後好似都冇去過，所以我唔知而家係咪仲係咁啊，就擺設啦，仲係咪啲嘢呢啲咁嘅格局嘅嘢喺度啊？但係二三環市嚟講咧，嗰啲嘢係唔會變嘅有可能嘅，OK， 但我就真係唔係太清楚。咁啊，但係當年我去嗰時就係咁樣啦。咁啊，但係嗰個監倉咧，我就原本初頭咧我都諗住啊影翻張相留埋紀念嘅，但我行埋咧，跟住我就唔去啦。点解？因为我见到佢里边有两个灵体坐咗喺度，就、我就唔入去啦。好景嚟嘅，坐喺嗰度做乜？就系咯。咁跟住去到嗰边监仓嘅时候咧，我亦都试过咧行喺度行嘅时候咧，
其中一個倉嘅時候咧，經過啊，一格一格倉啊，係咪咁樣啊？咁啊，你去嗰時都係咁一格格啦，係咪先？咁我行嗰時候咧，我明明喺呢一格嘅倉裏邊咧，見到個人影。哦。咁我就有啲遊客行入去睇啊咁樣咯。咁我繼續行過隔離嗰時候咧，跟我跟個人影跟住咧，就係穿過咗個牆。就隔咗喺隔離咯，咁我先發覺呢個影咧唔係人影，我真係以為遊客其他遊客嘅人，個咦 ，sorry 呢個唔係人嚟嘅，因為佢可以穿牆過壁，肯定唔會係人。哦，啊，係啊，咁我到嗰時都係該薄嚟噶。Alcatraz 都出名鬧鬼嘅，我記得，因為嗰陣時我去 Alcatraz 嗰度，咁類似你話齋啦。上船嗰度有個有間 store 咁樣係賣啲紀念品啊嗰啲咁啦，佢。有本書是講專門講 Alcatraz 上面的鬼故嘅，嗯，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去唔到費城咁遠，有可以冇乜親戚，你有親戚喺三藩市呢邊嘅話，可以嚟三藩市呢邊去睇嘅。但記住啦，而家呢個三藩市咧，啲賊人咧係非常之唔善待旅遊人士㗎，你過嚟旅遊咧要好小心。系小心保管財物同埋自身安全。O、okay? K， 撞到佢哋恐怖個鬼，係撞到佢哋恐怖個鬼啊！嚇，經常搶遊啊，仲開槍嘅嚇。唉，嗯 ，O、okay? K， 我咧搏命喺度柴台，因為點解咧？太過分啦，因為即係其實咧，我就冇乜政黨嘅咩嘅，我唔理你民主黨、共和黨 ，I don't care。我就知道你管得好嘅話，你乜黨我都冇乜所謂，我都支持。你管得唔好嘅，乜黨我都唔支持。嗯。而近呢幾十年嚟講咧，民主黨管理即係因為我哋加州主要係民主黨嘅票倉嚟嘅。係啊，係啊。民主黨話事多嘅，但係民主黨近呢十幾廿年嘅佢管理得真係實在係太差啦。佢嗰啲唔叫管理啦。啊！佢係放屁，即係令到三藩市一日。一蟹不如一蟹，一日不如一日，系我強烈地譴責佢哋嘅。O K， 所以嚟緊呢次嘅總統投票嗰日咧，我會將所有嗰啲其他啲市府職員咧，我嗰啲即係日選舉啊，即係除咗選總統，會選埋啲咩其他啲部門嘅啲工作人員咁樣嘅咩議員啊，乜嗰啲，我會全部揀曬共和黨嗰邊。強烈，雖然呢啲係其實嗰陣咧，大家唔好咁天真。你選完之後有對嗰啲政局係真係會實質有咩影響啊？嚇，我一個姿態嚟嘅啫，講真句啊，對實質佢哋嘅點樣分配嗰啲權力嘅話係。冇乜太大影響嘅啫 ，sorry 啊。啱，你唔好自己咁天真咁傻，你投完票就係咩啦，係嘛？嘥氣。只不過你係一個姿態，一個表態嘅啫，我唔 like 咁解啫嚇。我嘅對於影響嘅結局係冇分別嘅 ，OK？ 即係等同兩位候選總統啊，阿侵侵同呢個何女士，兩位其實我都唔 like 嘅啦。只不過就係阿侵我比較唔 like 多啲，所以我唔會投佢票咁樣。但我要，我好似記得可以投棄權票，係咪咧？可以啩？兩個都唔揀得唔得咧？如果揀你揀一個，咁唯有揀阿何太啦嚇，阿何女士啦嚇。所以雖然我唔滿意，但係冇辦法。但係加州裏邊其他啲市會裏邊嗰啲職位嗰啲咧，我會全部揀曬共和黨。OK， 雖然係改變唔到啲乜嘢。擺明個姿態啫，我係好唔滿意你哋嘅工作質素。嗯 ，OK， 因為其實咧，好多人成日都俾啲政客又好政所謂嘅政治家嗱，佢哋咁分嘅，唔叻嘅叫政客，叻嗰啲揸樓 fit 嗰啲叫政治家。嗯、但喺我眼裏邊，同樣都係老千，都係大老千啊。OK， 都係同一種人嚟嘅啫。啊，只不過一個大啲嘅老千同埋一個老千仔嘅分別嘅啫。OK， 啊，即係。你哋唔好成日太天真，相信就係你揀完出嚟嗰個人就可以代表你哋改變曬所有嘢，就即係政治咧係唔代表正義同埋公平，嗯，政治只係代表利益分配，啱 ，OK， 即係話其實你揀邊個做總統或者揀邊個咩區議員為你服務之類之類嗰啲，其實係冇分別嘅，你求其亂咁填一個都得噶啦，因為當你真係有事要揾佢哋幫忙嘅時候咧。首先，佢哋肯落幾多力去幫你嘅話，就睇下你俾到幾多著數佢哋啦。係，你譬如你幫佢幫手，而呢件事出嚟最後，佢哋得到好大嘅聲望、好大嘅著數利益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好落力幫你，唔理你佢係邊個黨派、邊個做議員一樣，你俾夠足夠利益，佢哋就會做嘢噶啦。OK， 你足夠你嘅利益唔足夠嘅話，話知你選嗰陣係你選佢都好啦，你輸我。
哇，冇利益嘅话，我一样睬你都傻。啱、啊、所以其实你拣边个做冇分别嘅，你求其乱填都好，都其实系冇乜太大分别嘅。嗯 ，OK， 啊，只不过做错嘢你可以弹下佢掟佢走咁解嘅啫。但系你话选佢出嚟帮你嗰啲，求其一个都冇所谓啦。因为主要如果你俾到利益嘅话，佢搏命帮你；你俾唔到利益嘅话，你是他老豆，我都睬你都傻。系呢个系好现实嘅问题，你系正确，所以你系唔需要拣。死啦！啊，拣呢个好定拣嗰个好？我成日都话唔使啦，你求其啦。你要去帮你嘅时候，你俾到利益佢就会帮你；俾唔到利益嘅话，你拣咗佢都唔会帮你噶啦。OK 啊，就系咁简单、嗯。因为我有个朋友地产商，嗯，喺呢边啲嗰啲咁嘅政客咧，喺要选举嘅时候咧。好落力去讨好你嘅、哦。当时我呢个地产商即系有啲钱，有钱，因为要捐钱捐献啊嘛。系啊，要啲搵啲商家捐献啊嘛。咁我呢、這个呢、這个我呢个地产商客户咧，佢有钱嘅。嗯。OK， 咁啊又亦都识得人多。咁嗰一扎政客咧就经常嚟清兄道弟。嗯。叫捐献，钱就捐咗啦。咁啊到佢多数咗之后咧就话啊，介绍翻啲公职俾你咁样。但系啲公職全部都係跨名嘅啫，冇實質作用嘅、啊，即係名頭上面佢係呢個部門裏邊嘅。即係俾沓卡片俾你啫。係啦，呢個分配即係派豬肉分豬肉咁咯。我多選咗啦，啊你捐個錢俾我嘛，好啦，名義上你就係呢個部門裏邊嘅啊名義顧問，係、啊、咁多，冇實權㗎嚇，得、嗯、個名嘅啫。等你喺外邊做生意好做啲，嗯，啊、就係、是、咁樣嘅啫。呢、這個就係利益分配啦，政治上面嘅利益分配啦。OK， 而有一日咧，咁就發覺咧，我呢個客户。捐過幾次錢之後咧，發覺咧攞嘅著數唔多過佢捐出去嘅錢，咁啊梗係唔再採佢啦，係咪先？係啊。好啦，嗰班政客又嚟拗捐錢捐獻嘅時候咧，佢唔採佢走咧，平時清兄道弟嘅，一話唔捐錢就擰住面就走啦，黑你面啊！即刻話我唔識你啊，呢個係 bad guy 嚟嘅，乜啊？呢啲就係政客啦、啊、，OK？ 呢啲就係政治人物啦，即係你唔使。即係你唔好對佢當佢哋有太大嘅好感期望、啊、互相利益交配嘅啫。OK， 你揾佢做嘢，俾到著數得㗎啦，佢哋會做嘢。你俾唔到著數嘅話，佢係睬你都傻嘅。OK， 所以你選舉嘅時候咧，求其亂咁剔，我嘅宗旨就係求其亂咁剔都得㗎。嗯，嚇、啊，我因為當我真係有事揾佢幫忙嘅話，唔會因為，哎呀我投票選過你㗎，你嚟幫我啦。佢睬一睬我都臭生臭狐嘅話，有咩著數先？唔好咁多啦。我幫你，我有咩得到咩好處咧？我會出名啲啊，多人識我啲啊。下次我投票，下次選嗰次，我會著數啲啊。咁我咪幫你咯。嗯、啊，乜都冇嘅話，即係幫完之後嘅聲望唔係咁高嘅咋。我有空幫你啊，或者我幫你出封信啦、啊，係咁多嘅啦嚇，已經好俾面嘅啦。嗯，啱嘅，冇錯啦，政治就係咁樣啦，大家啊，我哋三文治搞到咁短咁亂嚇，咁、啊、就係而家執政緊嘅民主黨咯，咁佢哋做唔到嘢咯，咁我咪擺下姿態唔投佢哋票咯，但係改變唔到佢哋嘅，改變唔到佢哋嘅政權嘅 ，OK， 我只可以擺下姿態嘅就 OK， 啊，即係就係咁樣啦，啊，即係好似啲監獄咁樣啊，嗰啲人即係矯枉過正啊，若咩咩。幫咗啲囚犯，住得咁舒適、啊、都係啲政客嘅，誒，總之政客大曬嘅，都係要做嘢啫，係啦，做啲嘢俾你睇啫。即係喺政治嘅世界裏邊，比鬼故更恐怖。係，OK， 好啦，咁啊，我哋今晚咧，咁啊，今集嘅節目咧，又去到呢度啦。咁啊，我哋又完啦。咁我哋喺咩？下一集啦，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啲古靈精怪嘢嚇。呢、集明明講鬼故，唔揾得我講咗啲好政治化嘅嘢添。Sorry 啊。都好恐怖個鬼故嘅，但係其實認真地諗，係你認真地諗就恐怖個鬼故嘅。你認真地你諗你自己喺呢件事入邊嘅話，你真係有驚個鬼故。係啦，咁而政治世界裏邊咧，即係咁講啦，政治世界裏邊你就咁啊，認真便輸了，大家就唔需要咁咩啦。啱啊，得閒聽下我呢啲無聊嘅搞笑鬼故節目啦，可能會個心會舒爽啲嘅。OK， 咁就係咯，我哋下次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古靈精怪嘢。OK， 講其他鬼故。OK， 我哋下次見，拜拜，拜拜啦。